有金子，直接推销了好吗？有个香槟机，没有铜器，车门用不惯，没真的太轻了吧，用不惯吧？现在还是这样，那也不一定，用不惯和用不用的表示两回事。可以，可以，这就是熟练度啊。没有熟练度了，已经。直接来让范总上台做个特别活动好了，开玩笑，人家是正常的花钱请的，我们免费看的，就太精彩了。